好，我是青。现在呢，我正在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。那正值中秋佳节呢，我的侗族朋友们也要带我来体验这里的中秋佳节。嗨，各位！嗨！呀罗耶，呀罗嘿，呀罗耶，呀罗。今年呢，也恰逢通道侗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。侗族的朋友们都在精心准备歌舞，迎接即将到来的献庆大会。天涯共此时，福满中华家，祝大家中秋快乐！也欢迎大家在10月18日来到通道，参加通道建县70周年献庆活动，和大家一起欢度盛世。通道。